步兵，该结束了。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。混沌之门的另一边是更绝望的世界，不然我为什么还会回到这里？我是在救你们啊！无论如何，这都不是你收割万界生灵的理由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一切都结束吧。不好，这座祭坛要塌了。阴血风暴，你们庇佑着我，你们终究是输的。输的人是你。不好，人在宇宙虚空中停留都会被瓦解肉身的，你冷静点啊。莫冰能从混沌之门回来，说明里面并不危险，先后一定没事的。糟了，莫冰引爆的这几颗星球让混沌风暴提前降临了。该死，必须提前实施计划了，都上船，这就是混沌大劫，太可怕了。如果计划失败，我们的世界会不会也变成这样？主人，这里离混沌风暴还有一段距离，一会儿我会留下部分混沌之力保护这艘飞船。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许离开飞船，明白吗？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你也不可以有事。夜雨，小诗诗，相信他们吧。好强的禁制，我们没办法再靠近了。也差不多了，解决。混沌风暴在被混沌之门吸收，不知道夜雨能坚持多久，禁忌保佑，先祖保佑我。主人，太好了，丁坤，我们要成功了。丁坤，怎么了？你们是谁呀？你们是谁呀？醒醒，醒醒，快醒醒！徐雄啊，我回家了，怎么可能？哎，叶兄，赶紧起来吧，我们快错过祭神会的时间了。没有任何灵力，难道我一直在做梦？现在才是真实的。叶兄，怎么睡了一觉后神神叨叨的，做噩梦了？夜雨啊，爹，真臭小子，不好好读书，天天求仙问道，买一堆破法器，我今天非揍你一顿。哎呀，爹，我错了，你先别。哎呀，别跑。哎呀，老爷，你消消气。小叶，你们今晚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，娘。逆子，你今晚回来你就死定了。没想到我爹一大把年纪精神还挺好，我差点跑不过的。
但你确实该收收心了，赶紧读书考个功名才是正经事。小爷才不想进官场呢，整天勾心斗角的有什么意思？徐兄，我觉得这世界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我梦见，叶兄，现在是太平盛世，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可养活不了自己，你别被梦影响了。啊，也是，如果那些都是梦，是该放下了。哎，徐兄，这儿的地象场势不对啊。哎，叶兄，你又来了，我先进去了，你慢慢探索你的求仙路吧。哎，徐兄。任何建筑都遵循风水地象，如果不是梦，我是不是可以用地象阵？哟，叶道友，你烦心动了呀？我突然觉得凡间也挺好的。那姑娘是谁啊？李家的大小姐，确实有倾城之姿，可惜天生金色一发，极为不祥，不然早嫁出去了。哎，叶兄，看来还是贪恋红尘啊。奇怪了，明明就是这个方向啊。公子是在找我吗？雪颜。秦宇啊，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人来吧，秦宇。那就继续，真的，你让他九层六去了。